最近推特网友小老鼠 Just Basic Day 小老鼠设计了一个超狂的恶作剧，他特别买了一个插座贴纸贴在机场的墙壁上，无聊等飞机只能玩手机的乘客们纷纷上当，他躲在一边快要笑爆了。在机场看到插座当然是毫不犹豫插进去充电啊，但不管怎么努力都插不进去，是什么鬼？这就是大家上当时的模样。这个正妹也想充电，发现真相后被自己逗笑了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，我绝对做不出这么邪恶的事，机场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地方，你很难想象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会怎么样。这样玩很聪明，但是太邪恶，这太邪恶了。但是我超爱的地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给你这样的人，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。这个恶作剧太邪恶了。